今天吃一个各种肠啊，调一个秘制小调料，那个其他的都兑好了，放最后一步，这个是老丈母娘酱，真是关键啊。哎呀，把这个酱放在这小料汁里搅拌一下，看有没有食欲。开吃。这个是鸡蛋肠，皮蛋肠，都是自己做的，老香了。火鸡面肠，最后一个让肠。